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是哪国人？你的序号是多少？好，现在开始第一到三题，请听后复述。一，一次长跑比赛，一个选手以一步之差落在了后面，成为第四名。他受到的责难远比那些成绩更差的选手多。大家都说，真是白跑了。这跟倒数第一有什么区别？但是，这个选手说，虽然没有得奖，但是在所有没得到名次的选手中，我名列第一。好，开始复述。二，着装颜色对职场人士的心理会产生影响。研究结果表明，蓝色是严肃之色，具有镇静安神的作用。工作忙碌、压力大的员工可用蓝色服装缓解压力、安定情绪。绿色则可以缓解眼疲劳，有利于员工集中精力，提高工作效率。好，开始复述。
三，水是大自然赐给人类的最宝贵的资源。地球表面虽然有70%被水覆盖，但随着世界人口的迅速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，人类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淡水危机。如何保护水资源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。好，开始复述。好，现在开始准备第4到6题，可以在试卷上写提纲，准备时间为10分钟。